杀戒指其实挺敏感的啊，但是我觉得好，来见见方，见见方啊。好，麻烦三位的右手面下方。对我来讲没有太大影响了，因为我们只是演员，如果在制作人方面来讲，那就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跟着大陆的政策走，所以我们比如说审查制度也好啊，他们说其实我们演员也是啊，就是香港演员也被限制能够用多少，所以我只是走着，这你到人家地方去拍戏你就要跟着市场走嘛，所以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不是只限于我们嘛，是限于所有的制作人嘛，所以就看嘛，没有关系。你有被封杀？封杀戒指其实挺敏感的啊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是因为我之前我去过另外一个电视台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明星足球队的关系，世界杯，然后就传出来说啊，我 TVB 我自己想做一个我其实一直在做的这个香港小姐，因为他们换了一些人来主持，他们就觉得是 TVB 在封杀我。我说，其实这些都是新闻的题目了。我说这个无所谓，然后慢慢日后大家知道到底会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解释，因为其实每天都有新闻啊，有新闻炒作那个节目才好看。